旁边。拿着弹簧，还是要进进去的弹簧，它效果就是这个样子。三千块。完，哎，然后这样子就上完了。没有，还没上完，还没上完。然后这里有个，还有个插销，把这个东西往这里拉，看到没有啊？这弹簧是可以拉的。我们的效果就是从这里进去，把这弹簧放到里面，放到这个孔里面，因为它有两个孔要对穿的，所以说要压平这个东西。底下这里一个，这个插销插到这里为止，还可以拍一边，看啊，这拍，这个插销，它有一头有点瘪，有点小的这头有点瘪，然后这边的弹簧，你看啊，弹簧是这个样子的，可以啦。